学们，你们好，怎么样？最近在家里学习三叶通，好吗？好吧，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做活动本呀，把你们的活动本先拿出来，好吗？好，活动本呀，活动本。我们今天要做73页。OK， 那大家有注意呀 ？Pay attention 呀？我们在做听力，这个听一听，贴一贴。听一听，贴 paste， 我们用什么 paste 呢？用 sticker， 贴纸，贴纸 sticker， 呀、yeah? ，sticker 在哪里呢？在后面的，呀、yeah? ，我们后面的94页这个部分，呀、yeah? ，94页。OK。OK， 那你们打开94这个部分，然后这个部分，如果老师说第一，你们拿这个贴纸；第二就这个贴纸，哎，看到吗？第三呀，第四啊，因为这个听力，你们要先听老师，好吗 ？OK。如果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做吧。记得写你们的姓名、班级还有日期、中文名字、英文名字，不要忘记哦。啊，好吧。如果好了，老师就开始了。第一部分。OK， 第一部分听老师，第一，姐姐喜欢写字。你们记得哦，在这里拿那个贴纸，这里贴在哪里？一还是二还是三？呀，看看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？贴在这里。呀 ，OK， 这个做好了。OK。我们继续第二，你们先拿贴纸吧，拿第二个贴纸。第二，听老师连。天空中有飞机，天空中有飞机。好，你们贴在哪里？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 ？OK， 做完。我们做第三题有三个格子 ，OK， 三个格子。等一下，你们先听老师，老师说什么，你们在94页这里找一找呀。第一，老师要你们拿书本贴在这里，书本 ，OK。好了吗？第二，文具盒哪里是文具盒？文具盒 ，OK。如果你们觉得老师太快，你们可以按一下 pause 呀、yeah? ，OK。第三，彩色笔哪里是彩色笔 ？OK， 呀、yeah, ，OK， 贴，哦，很好，呀、yeah, ，我们做到第三题了。OK， 如果好了，我们继续第四题一样，有三个格子。OK， 你们听一听老师说什么颜色的水壶？
有，我们再打开94。第一，老师要你们拿红色的水壶，红色的水壶，OK，贴上去。好，第二，绿色的水壶，绿色的水壶，贴在这里，绿色的，什么是绿色？OK，第五，哎，第五，第三个，蓝色的水壶，蓝色的水壶。OK，啊，第一部分做完了，好，我们继续做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，OK，第二部分就是74页，OK，第一题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你们也要听一听老师，yeah？听一听，第一，要在这里看看，听一听，圈一圈，还记得吧？什么是圈一圈呢？对了呀，circle，listen and circle，OK，OK，第一，我们做晃。网，OK，做完了第三部分75页，那这个部分你们要把声调 tone 放在哪里呀？这个声调呢，put the correct tone。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第四呀？你们可以重复，you can use it more than once，OK？OK，第一，记得哦，R O E I U R O E I U U，yeah，the order，R O E I U U，yeah。If you meet R, put on the top of R. O, E, U, E, U, remember at the back. OK? 这个要自己做呀。老师在这里写456，自己做。Do by yourself. OK? 可以看文件夹，可以看数字表呀。OK? 好，继续第四部分就是76页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OK，这个呢，你们要先读一读，read first，然后从这里找它的答案，你们写。号码和汉字，write the number and the 汉字，the Chinese character，OK，这个也是要你们自己做呀，自己做，OK，我们继续，第五部分，这个白板。第五部分，那第五部分老师一定要帮你们，老师帮你们，OK，第五部分呢，我们从这个箭头，the arrow，到宝藏，the treasure，OK，
OK， 到这里，那怎么走呢？那我们找找，等一下老师在这里写那个汉字，你们找一找，用你们的 line， 用线。哦，找一下哦 ，OK， 啊，老师写下来，你们自己找一找 ，OK。哥哥喜欢读书，读书，我们也喜欢画画，OK， 句号 ，OK， 呀，你们自己找呀。如果好了，这个你们如果老师太快，你们自己慢慢找，啊 ，OK， 然后我们继续78页第六部分，第六部分，78页，老师怕地方不够。78，一二三四五六，78，你们看汉字，写拼音，看汉字，写拼音，看汉字，写拼音，全部，这个也是自己做，自己做。OK， 好了，继续第七部分，第七是79页。79，这个部分我就先写号码，这里写汉字，汉字 Chinese character， 圆圈这里呢写什么笔画数， the total of the stroke to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， OK， 你们自己做，这个简单不难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继续。最后，在这里老师看你们看不到，在下面吧。OK 啊，第八部分80页。OK， 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那这个呢，你们先读一读 ，read first， 看那个拼音写的的汉字。看拼音写汉字一样的，全部看拼音写汉字，会了吧？这个要自己做咯。 OK， 谢谢你们老师相信你们会，不会的话老师还会帮你们不要怕，老师帮你们你们要努力加油，再见，主耶稣祝福你们。